对象啊，你干嘛？嗯。教自己的。哇！哇塞！这身材，不能看，睡觉了，快点。身材好吗？那不是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快去睡觉了。去。好，再等一下。睡觉了。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快十二点吧。快点睡觉了。熬夜伤身体。睡觉吧，还是马上去睡觉了。睡觉了。快点。这个人真是太讨厌了。他这个人就是喜欢晚上熬夜，然后早上呢又很难起得来。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吧，都有30多岁。如果还总是这样熬夜的话，真的就是。我要对他凶一点了。还在看啊！看这个人太不像话了。哇塞，白头发一脑袋都是了。睡觉。肯定是白头发了。快点，看什么鬼灯笼？玩手机玩的彻底不用睡觉了。如果不叫他的话，你至少要3点你都不会睡觉，是吧？你说你那些刷得完吗你啊？天亮了。太阳又缓缓升起，春来了，大地又披上新绿。这世界，万物勃发着生机。这人间，这还没看完吗？啊，说了对身体不好熬夜，想不想过了？我不想再说下一句了。啊，为了你自己身体着想，差不多马上就要白忙了，你还熬夜是吧？来了，我的鞋子还没去睡觉，这个人。睡觉了。这里没你位置睡了，隔壁睡，感冒没好。我真搞不懂。我老公这个人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熬夜，我今天要是不发火的话，他肯定至少要看到2点钟才能睡觉。啊，我也是为了他的身体着想，要不然我才懒得理他呢。今天就到这里。